小傅啊，你快来，楼下来了个小开，老有腔调的啊。哎，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到过呀？你看看，他的车还是纳什的呢。纳什是什么？美国的高级轿车啊。哟，怪不得今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，原来是有男人约她了。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是吗？我在良友上看到过这身衣服。这事你还要想一天啊？真够可疑的。上个月的良友封底唐英穿的就是这件。你来干什么呀？我姐让我来接你。用不着你接。哎，干什么？这么跟你说吧，我姐呢是希望我们俩可以交往交往，我认真的考虑了一下，勉强同意了。你同意有什么用啊？我不同意。别那么紧张，不是说要你马上就嫁给我。我姐平日里待你不薄吧，这点面子你总得给她。